到这个地方，他把热带雨林拍进来，这个在沙漠，在沙漠居然把热带雨林拍进来。我眼前看到的画面不是在这个，那这饭店是什么呢？他要把全世界最大的生这个所谓热带雨林就搬到这个地方。他把热带雨林拍进来，这个在沙漠，在沙漠居然把热带雨林拍进来。我眼前看到的画面不是在这个一般的热带雨林，是真的在这个饭店里面的热带雨林。它这个饭店的热带雨林一共占地大概是7.5万平方公里，平方英尺，那真的把所有的热带雨林。